早上，人气女子团体 From Miss Night 因海外行程经仁川国际机场出境。当天 ，From Miss Night 八名成员以甜美可爱造型现身机场，引发粉丝尖叫，展现超高人气。整个机场路一直笑对粉丝与记者，礼貌满分。据悉，此次 From Miss Night 赴美是为了参加23日、24日在纽约举行的2018 KCON。搜狐视频，韩流第一线，韩国报道。